实验注意事项：实验所需的金属线，只要能导电，不被强力磁铁吸引，皆可使用，例如铝线、铜线、锡线等。如果使用漆包线，外面的漆要磨掉，而且效果不佳。因为铜线旋转时会转出电极，所以我们放螺帽，让它比较不容易转出去。使用强力磁铁要小心，同学间的强力磁铁不要互吸，以免夹伤手。铜线放上去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会转，此时呢，我们就要拿起来，不然铜线有可能会发热，导致学生烫伤。